不是啦，您误会啊，我无起笑，紧甲放开啦。我早已经准备好啊，来当开始啊。准备开始什么啊？我著甲你讲，我无起笑，紧甲我放开啦。那无恁这几个啦，我绝对袂放恁耍。进来。免紧张啦，啊，人有病就爱治疗，安尼就要靠帮助。无你是讲臭耳人歹呀？我无病，我唔是神经病，紧甲我放开，紧嘞！那无，你咪电脑去电隔壁，拜托，紧甲我放开，紧甲我放开，啊！安尼等下电话时阵，再要卡到喙齿。对的，甲恁算账啊！啊，恁搞蛋呢？好好休困哦，明仔载咱阁继续。阿毛，你去无？免啊，拢个塔基就好啊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我看迄两个上回应该早已无飞啊，但今嘛无人，进来走。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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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到底是谁？是万条，我还是单中心派你来的？你想要做啥？你认为呢？杜光亮。是恁，看起来这个人是打算要搞关的家，哼，伊嘛唔敢对我安怎。无恁这几个，即马是你舞蹈一出的，我警告恁哦，上好恁帮我斩，那无我就告恁妨害自由，也佮有私刑拘禁。杜光亮，你是只将广告泄露状况外，还是假好多？哦，恁即马是伫笑啥？笑你天真，笑你戆啊！我看你到即马为止都唔知啊，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菜塘食菜，菜卡死，你家己做得来？卖伫遐讲话，伫遐当冤世搞，啥物通唔通？有代志紧讲个明白啦！恁爸无迄个闲工夫，伫遐甲你耍囡仔戏啊！确实啦，应该要互你知影你是安怎死的。其实这一切拢是一定的功劳，只甲阮教，那是想要甲规间的鸟鼠拢毒死，那呢就爱准备鸟鼠上爱食物件，做成毒药。啊，等鸟鼠甲物件咬断去了后，伊就会替阮完成任务啊。你是讲什么鸟鼠啊？看来爱一条一条甲伊解释啊，啊若无伊那死的，都唔知影。杜光亮，你敢袂记得你的电脑内底有一段影片，叫做《看一下》。你嘛看过一段影片？你真正跟我袂白相呢？那段影片啊，就是阮要毒鸟鼠的字，拜科技所赐。我用 AI 做了那段影片，你就是那只吃到毒的鸟鼠。你说那段影片是你做的，那是假的。杜光亮，当然要骗得过你，给他寄到心光会多，走去找万条万，这样我才能顺利落掉，你跟万条万算什么内容？恁爸提供阿囝，予恁变袂死啊！杜光亮，你俩准讲有单中心求你，你就永远平安无代志。我是惊你真紧了准备上路啊，因为当个利用煞，阮就该送恁去迄鸟七群，到时连肉饼拢无得做，伫鸟七绝对该加价。连骨头都没剩。你爸不是用那件大汉的，今晚我已经知影恁的阴谋啊！爱我乖乖配合你，莫少想了。这款人啊，故意害伊死啊！啊，无害伊留伫这世间上，只会害伊一直做歹代志。晴天，晴天，你看恁怎样啦？先生，我想要上去啊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杜光亮，你嘴这么硬不要紧，回你即马，你给人抢头啊！不管讲啥，你就要照做。恁爸就是无愿意配啊，安怎？你搞假？你想要对我安怎？啊？嘴真笑嘛？我操！我操！叫！杜光亮，你听我清楚，我相信我真紧就把伊 USB 进入台灯来，到时你只要配合，专做污点证人，让我们顺利把真正凶手送去接受法律制裁。安尼反正你阁有一线生机哦。恁这个人甲我骗到安尼，一个一个考袂着，我叫你死！你是讲要让我一线生机，
对下心意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失踪，陈忠贤一定会来找我。死狗，我才看恁几鬼只，要安怎打得过陈忠贤？恁两个白痴哦！伊又搁甲伊讲话，你才是白痴耶！我真正上啊，上好是啊。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恁恁头连一加一都唔知是偌济哦？是二。我甲你问，一三七五，乘二六九，是偌济？哎，还要算几波？我们做什么？我唔知啊。是三六九，八七五。真是呢。对啊。你不是空的。我不是空的，我只是内底无啥正常尔，我不是空的，恁那是大白痴。到底变到这门将不会出来啊？袂安怎问，就顺应的话啊。哎呦，你伫咧钓鱼哦？啊，你钓几尾啊？确实是戆啊呢，啊，窗口底空空，问我钓几尾。哪里你敢知影？独孤老爷的人伫倒？哦，钓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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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鱼海鱼，出去，出去，老板回来！哎，老板回来！别再打我的脚了！你看，三五美人鱼哦！美人鱼，哎，好吃，好吃！耶，林一哥钓起来！好吃，好吃，好瓜！陛下，我是抓龙棍，店家抄我当兵。拄食一只大棍啊！食掉吧，食掉吧。难道我毋是特别甲你交代，一定要甲人顾好势？是安怎阁发生这款代志？是安怎走的？你来之前，我已经看过监视器的画面，拢无啥物奇怪的所在。我真正想无伊是安怎选出去的。你若唔相信吼，监视器的影片会正，你会通家己看麦。啊，歹势，我甲伊长开会时间到，我先来去。若是有其他的问题，等我开完会马上就过来。我为着主任，唔知影大军阿是安怎走去的，因为监视器的画面根本都无翕到伊啊。你看，大军阿虽然无才调飞天正地啊，但过龙阿的关阿久，迄闪监视器啊，伊也是有才调的。安尼倒的，咱即马是安怎找啊？等。看起来即摆毋是甲杜冠阿找回来，先想办法约着小雨。果真是小雨，我算讲伊去做送货，这一看就知影是伊啊。五年来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，这一切若无想要乌有去，前面真有迄个 USB， 赶紧找出来。